祷告，大家重新来看。
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到前面来访问。安排的工作，稍微让教团塞到。啊，本来传道美丽应该是连传道，他是负担前任的，应当是连传道来勉励大家。我做翻译的，翻译的呀，今天是连传道来。他是连传道，他要参加前任的师班，为了加强前任师班的阵容，所以他叫我来勉励。前半场三代的那些连传道都师班前任，怎么把大一大号也成？好吧，看好三代。前任教会的师班在我们南部区是很有名的一个师班。我曾知道你今天前任好，我大一大号你了。但是听说我们之前教会的师班是我们东部最有名的师班。我很早就听说过了，都没有机会亲自来听到我们智领的师班现实。今天让我有这个机会，我内心很喜的，很感谢。我昨天晚上才在松山布道会结束。那其他的都是新增啊，因为大家都放假，车子很拥挤。马上来好啊，我当兵不守规矩的，都送到这个训练班来搞去。为什么马上以后啊，不要两个睡袋啊，超过一斤啊，怀疑的。这个训练班他们很喜欢唱诗。那我怀疑的就好，还要两个定。所以在两个钟头步道当中，有一个钟头教他们唱诗。上不变好，你不就上要不变好，你当然对。他们最喜欢唱《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还要在这个旁边再让你干什么？他们有的唱了自己会流泪。啊，你那你在那块让他已经上上来。诗歌会感动的。那就喊他们把把诗歌是一个力量。那就喊他们就直接每次都要。就盼望大家都喜欢唱诗来歌颂神。那来领导不上来的话，不让他们那就搞啊。啊，就搞起来一个经典，都大家互相勉励。啊，领导呀，这样子都可以领导了。刚刚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今天是280页，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大家帮张起来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大家把时间开始啊，都是青年班的，四章四节，对，一起念，每期你们要靠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六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记着。第六节，应当替人挂虑，不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七节，神所赐出的一贯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和意念。好，保罗勉励腓立比的信徒，欢迎他们与多罗一定要勇敢，要靠主常常喜乐。你今天好几个月不高烧，忙都不用讲了。这种喜乐是主流的喜乐。我们很多姑娘好，今天上来就给你们。我们是世上这些追求这些世上的快乐。做什么事让他给你三十万是吧？我们的喜乐就是能够唱诗来歌颂神。你把我再唱好，不然就不能搞啊。口唱心得，赞美主耶稣。你今天好，你不是在说再唱好吗？我们的喜乐就是在主的面前跟他灵交祷告。马路边上好，你哪样的歌词啊？你那边。我们喜乐就是常常来教会聚会来敬拜主。马上跟大号都在那里，马上都在那里在跑。我们的喜乐就是大家见面能够彼此的交通。呀，马上跟大号都在那里在跑，马上来到欢迎你。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全新教会的。如果来好的话，再会要来迎接这个主在。我们如果来到这里大家见面，这何等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的喜乐是在耶稣里面的喜乐，然后你让我们到欢迎到神的里面，靠耶稣的喜乐。今天让大家给我查，他们第五节在告诉我们，要做人在我们谦让的心呢。我让他们好，是他们做好自己的好，是稳定健的。我让他们好好的服侍主。我们信徒对世上要一事无争。遇到新长来的，第一次来台湾以后，台湾那个呀，我们那个就哎，谦卑为怀。你说你要我再到什么答案？不要跟人家这样斤斤计较。啊，那好的，尊敬的新长。不要嫉妒怨恨的事情。啊，那好的，谦卑的要怎么？结束已经见了。怎么？好了，那就结束了。我们靠这个结束再来。你看那一张，这个单要的什么？这个日子很近。
进的，而不再是耗那几张纸啊。所以需要要精神，要忍耐的耗。马上就到耗一张纸，这个纸面零单的打。既然结束这么近的，那么好，你慢慢开始写什么？我们当圣火必有挂历，按照耗度，是不是你写？要将丢历来献给耶稣。然后第二个，按照耗在这里按照火，一定要写什么？就是信心交托。你好心了吧？如何的交托呢？咱们祷告命令的人，全世界的祷告。今天好，你还是很努力，要多多祷告，还是很努力。那外有的人祷告眼睛还睁开，那就好，不好习惯啊。你努力好，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是要祷告，不要看别人，别人在祷告，眼睛要看别人啊。你努力祷告，你努力祷告，我们祷告，要专心迫切祷告，还是很好，你努力。祷告是我们灵性的呼吸，什么好？你有两个。经过了迫切的祈求，还是然后那个你努力祷告跟神的交通，什么好？那你努力还是在交通上祷告？在精神的专心的祈求，是在广场上产生，为了圣公，为了某人，为了慕道友的祈求，今天然后在高山上传扬祷告，让你努力为国家平安祈求，今天还有高山黑暗让你努力的，为同胞的得救祈求，今天还在听到同胞们在努力的，还要加上感谢。就是祷告最有价值的，就是感谢祷告。哎呀，那个不告诉我，你感谢祷告。在患难中你会感谢。哎，你要有话，你在那种无奈他们。像耶和华在患难中，他会感谢神的。啊，你有话，你有感谢，你感谢祷告。在患难中你是欢欢喜喜的。你要有话，他们有感谢，他们才有能力。你如果会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那本来不是患难，你在那里感谢，神会赐你地位的平安。多多祷告就多有平安，哎呀，就是你打开好平安。多有祷告就多有信心，哎呀，就是你打开信心多有平安。那在耶稣里面，啊，耶稣保守我们，对啦，对，不能伤到起来啦，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对，不是要保守咱们的，保守我们在主的爱，在主的道理里面，对，不是要你爱不到啊，是你道理里面啦，保守我们在这条得救的天路上，对，不是要你要那什么地方啦，啊，在主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安稳建筑。来到这个地方，想打开房子，都能找得到啊！我们能够要求公益的冠冕，有正的赏识。你能当到冠冕，好在我们地方努力。不用在今天，如果我们大家互相努力，明天呢，大师傅是欢迎大家参与的。你求主纪念，祝福大家。大家好，今天我们高师傅恭喜大家，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啊，咱们都高师傅很大，让我们大家的爱心能够更加增添。啊，我都慢慢都慢慢都爱心很大。让我们更加的爱主耶稣，啊，安排好主爱主的圣灵高山，为叫我们圣功啊竭力来多做，啊，你还有好主，你这个圣灵高山高山高山，叫在主的面前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啊，他们靠高山高山高山的。感谢陈长老的勉励，现在我们请全真教会的负责人代表致辞。我跟阿姨哦，那他是讲，能点一大米草的，你今天要
我们这一次行程从东部到台北，然后从三峡再出发到基隆教会。刚爱国人他好意，去年就爱国吧，爱国吧，我们这一不能放了，不能放了，再来一点，全教会啊，好吧。这一次的行程能够非常的顺利平安，完全归于天父的慈爱，还有各位弟兄姊妹的带领。哎呀，你们两个都没有，你懂吗？我们这边教会觉得非常的软弱。哎，今天每年都有，大家可以给你搞定。一日是喏，搞定吧。아니하지아이디라보니까혼자꾸는거는또이디라보니까아이라보니요미리나왔다이나나야미라나사대이보니하나통我们总是抱着一线希望，说帮我们西部教会能够使我们之前教会的每位弟兄姊妹一切得到造就。所以呢，这이토록도내교회는아무사위못받들이고사랑하던요와야버렸죠와야야바이네라던요비난한하고이디라보니까아차가는바라던요사랑하던요와야当我们到每一间教会，使我们领受到更多的恩惠，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阿弟拉呀，小朋友，哦，阿弟呢，小朋友，走动喽。Hello， 阿友哥，小朋友，上来，小朋友，阿达阿友，你个弟弟阿友，走路高，今天是阿友，别那个上路上路那个，人家阿友上去开呀。使我们体会到主内相聚在一起是多么的喜乐。我今天大会。你要这么，你不要那么，别在今年还要搞了，白天咱们搞，今年白天咱们就白天今年哈，刚刚过了安平道，今天又搞安平了，等等。这就是我们灵从神灵受到的爱，是我们大家分享在一起。耶路撒冷的朋友，他们马龙搞了三年，呀，白天咱们搞了安平了，今年应该就搞三年了，三年朋友比，那当然咱们今年还要搞，还要搞三年了，朋友，你看看咱们安平。如果我们不是聚念一家人的话，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大家分享主的恩典呢？当我们听到虔诚教会，啊，你来来，爱上你哦，成功教会，阿妈给你烧的，你来上你哦，怎么怎么还等你呢？哎呦，怎么上来教会？因为昨天成功教会刚访问节的时候，今天到的到来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不是碰巧呢？那你说我这三两块啊？那得怎么搞？当然有，有了一点呢，还要什么？那么三两块？因为不断的让你们接待，让你们辛苦，心理上不好，觉得愧疚。那么来三两块呢？要给那么几了都，还不嘛？是呀，十公斤不够呢，还十来斤，要给了一点呢，三两块。尤其是从迷路过一直接待到现在，已经好几天，觉得非常的疲倦。老李嘞，我说说，阿拉你怎么就进来啊？我阿拉要开好的，你那个大妹还没给那个姑娘，啊，还慢慢来，还在搞喂。但是大家一见面到这个教会，就显看不出你们的辛劳。哎，我今天来好的，怎么你把老人搞死？我今天来好的，怎么你又别人打你们打我，我你搞死你又，哎，你搞死你们。这完全是神的眷顾与神的大爱。我上来跟你讲的好意，今天大姑娘。介绍，我们现在由虔诚教会的担任传道，简单介绍虔诚教会的概况。助理教务王进旺，王进旺医生，助理
Thank you.